哦，你遐尼悬吼，嗯，伊真悬哦。哦，伊边边跳。安尼按顺落去，啊，拄拄啊好。哦。这就是吼，就是啥物原理啦吼？去病院看人，迄个迄医生较早有哦，好在伊啊，安尼讲骨刺了吼，啊，就叫你做咧，啊，迄创迄浸水也有哦，吼，啊，你靠家己拔咧，啊，人，咱主要就是啊，咱按家己救哦，安尼搞救的。是这原理来的，啊！再开始想，就是讲，哎，咱都唔免啊，都安尼好啊，有啊，安尼去规拢，去规拢走下底去啊，有啊，安尼去就走去啊，唔好出来啦，免出来，脚唔忙出来，哦，脚免出来，放松放松，尽量爱放松，爱去到家己啦，哦。哦，安尼转，安尼转吼。你要无教化，所以安尼说。都爱说，哦。那说无教化。哦。说无教化，啊无教化，不然就爱安尼。啊，安怎？就安尼对无？哦。哦。哦，家己说，家己说。哦。看这动作，啊！这家己讲，哎，这是安怎？啊，你去想，安怎才想？这是你家己想的，还是你讲伊？啊，你讲顶届你有朋友甲你讲的嘛？啊！你讲你头拄仔甲我讲是。朋友是迄个运动是游览吼，啊，我讲骨刺咧袂行，行啊半路袂行，伊讲哎，转一个时，你哦，迄公园啊，啊，之类的时吼，迄单杠较唔好去喊喊。行，我去喊喊，安就好就对。啊，唔只都，这下佫无好用，我爱双杠，双杠较好用。双杠的时，你感觉，你安喜欢推着的话，就是安较好用，这个较快用。啊，这但是这个唔符合，这个，这有安尼扭转，你甲咱甲咱，这骨头拢甲咱扭开了。啊，迄个是干呐刺的，这个恶心，两项拢来啦。啊，两项拢好。你看，你嘛按答案对不吼？安安尼倒甲倒过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亲像来因因因咧住咧住伫咧建筑同块意思啦。有无？你头拄讲你是二十三年起的嘛？对。二十三年出就是七十九岁啥？七十九岁，你讲二十年，八十。七十九，甲你讲是二十年前的代志，出骨刺是二十年，就是五十九岁的时阵骨刺。哈？早就有啊。五六十岁都有骨刺哦。甲你喊一个月就好啊！啊，慢慢啊，喊，一几句啊，啊，几句搏者，有天就搏者啦。啊，人搏者，人会惊讲啊，害咯，但是不你会好去啊，咱搏去啦。加载，那就讲叫做加载。所以你好二十多年啊嘞，吼！二十多年拢无骨刺啊咯。无啊。甲你每天拢来喊啊，还是安怎？啊，每天啊出来就甲喊啊，出来就甲。所以你二十年来拢每工拢害，害到是即摆。出来运动就做啦。哦，安尼。我要行路，是安尼。我这只脚已经跪着，当时也无啊无跪啊。我只脚是连坐跪讲。哦。连坐的跪讲哦。是的。哦。哦，那爱安尼做这個欸，哦，嘿、欸，那爱做。这头一遍接啊无好坐，第二头遍接一下，哦，啊第二遍接一下，哦，你无看，即下行落去，起走落去，拢规拢乌的，哦，啊即摆就爱休困落去才好，休困就好，嗯，哦，
安尼。那会会啊？那爱做灵石的迄个血管，是啥物代志？动脉派去，动脉派去。哦，动脉派去。已经无动脉。无动脉是什么症状？未通血去啊，未通。未通是安怎？是心脏无好啊，还是安怎？我也知，有可能，你嘛唔知啦。什么症状？你唔知。你是什么症状去做迄个代志？啊，做肺活血的时候，即个咱穿鞋啊，对无吼？嗯。啊，毋着着厝啊，吼，伤感脚着厝啊，拄个直直烂啊，筋骨啦。哦，啊，见过的是果嘛，袂好啊。哦，啊是迄阵啊，要去中校病院的时候，迄外科医师讲，果袂好，讲啊来去手术台吼，来甲清清的啊，脚酸无啊，骨子啊，来报案的了。隔壁同学讲，唔通，哎，你只一脚在疼，好脚酸个疼，千万都唔通。老尾阮先不是啊呐，护士啊，因坐坐。伫个山顶遐已经，顶下做啥物啊？你海底还是还过去迄间迄个无？啊，诶，迄间刘伟焕啦，迄间无唔对啊。伫个山顶，就是人家这。山顶有医病院哦。要海，要海海子咧。哎。哦，阮伫开讲。阮伫开讲，好，你头头讲了山顶有哪有病因？伊遐会时再去搞，会时搞嘛无嘛还阁袂好着对啦。哦。啊，内底是有咧办医书啦，吼。哎，咧医书着，啊，落尾着，伊只是安尼，伊只甲写成介绍的下时吼，啊，佫同伊个人，佫敲电话参迄林爱平。医师联络，迄个检查室遐联络着无？嗯，人检查费啦，血个循环着着啦。去检查，迄个写一注，检查着讲，迄护士讲，望在动脉，啊去望着讲，望着这边有动脉，这边无动脉，啊就是讲肺歹，即下肺歹。佮袂惊啥？佮袂惊？惊会惊，恁这边啊有迄个大动脉啦，这大动脉你来心脏无好，一定要从这个大动脉安尼，撑到心脏去，到肝去嘛会使。这就是啊，有无？一空、两空、三空，撑个歪手出去内底咧去会去拍个，迄落在落落去检查血啊，但伊身躯个血是倒有通无通，你无三空啊，头一边。好几遍是最动的，好最接大动脉。伊咧做在伊咧什么肝癌、栓塞嘛，是按遮滴个。伊只手来到心脏较近，啊直接来到遮较近。哦。哎，迄是偌久以前的代志？骨刺以前也是。民国七十几年的。迄当阵是骨刺，有骨刺的。无，迄阵。以前。毋是啊，骨刺好啊，骨刺好。骨刺已经好啊。用完，这参骨刺无关的啦。哦。这副业循环参骨刺无关。噶你每天安尼害，迄循环阁唔好啊？我想讲你嘿。遐就是安尼做来，开始安做来，才较有法度。无即阵啊，遐两个人，哪有讲普通的人？即阵啊，唔，大家拢伫咧，我坐咧轮椅叫人咧塞对无吼？啊。哎呀，安尼来落去话，这是骨力有安骨力运动，是唔叫发到安尼。进步了，有进步就会使啦。哦。无迄个差不多。哦。哦，多谢。